哎，那个视频咋的？你讲讲我呗，那些点赞。妈，今天不行啊，今天我老让我开车带她出去玩的。妈妈，今天不出去了，在家玩中不？不出。我中午一次喝水中不？不出。那你咋这才能不出去？咋样都不行。闺女，我叫她想想的，还是不出去了劲儿。管不难为你吧？不难为，不难为。你赶紧下来，你下来。那你想拍什么类型的视频呢？搞笑。那你现在把我爸逗笑一个，我看你天赋。OK。哗哗哗！呜呜呜呜！啊！好笑吗？你这样我很难笑。锄禾日当午。妈，这个搞笑可能有点不太适合你，要不要试试别的方向呢？颜值。妈，你这个长相。我这次没化妆，我但凡一化妆，你知道屌啥不？你妈，你像吕布。那你不给大家拍啥好呢吧？你就给大家拍点你平常比较喜欢做的事情，还有那个你最宝贵的一些东西。宝贵？对啊，你像你这个手镯不挺贵的吗？是不是？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。那我赌了。本来以为妈妈会拍她的首饰给大家看，没想到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阿姨燕子，让给你们看一下我最珍贵的宝贝。妈。我们现在要下地干活了，干活喽！你走啊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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